看到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市场行情和行业内转，所以我们是主动的提出来找这个YIZUMI公司这个团队来做这个MES系统的。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对于管理者和生产的这个主管们，它可以随时的监控到这个制程的这个效率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针对一些模具的一些保养啊、设备的保养啊、点检的这部分，它会避免说遗漏，因为它这个有到时间点，它会自动提示。运行的这个MES系统能够对我们现场的这个管理者和基层的这些主管的话，他们能够轻松蛮多的。YIZUMI FS 的机台我们用起来有三大优点，第一个呢就是说YIZUMI的这个售后服务非常好，第二个就是说YIZUMI的机台它的这个稳定系数还是蛮好的，还有一个就是说那我们机台有做黑色、做白色、做透明的，那我们在泛色的时候YIZUMI的这个料管组是很棒的，这是我后面这几年一直在选择YIZUMI FS的一个原因。